这底下水就没东西了。欸，不同的欸，不同人欸。先解决狗再说。有个箱子，有个箱子。狗狗，来哟。可以耶，可以抓到距离。烂麻袋，烂麻袋有什么效果吗？防御率有六，0.6的攻击。地下不死人，食人女带的，哦，她是女的哦。不死人，食人女带的，蓝血又带补丁的烂麻袋，眼睛部分开动，软软的套在头上，其实还蛮舒服的。拿来当防具好像没什么意义，可以遮丑用吗？食人女哦，这个家伙是女的哦，怎么看不出来啊？小偷面具，戴面具好像效果也不彰，算了，脱掉就好了。耶，有箱子哎，什么东西呢？大块的鱼镜 ，nice。哎呦，这怎么会有回音呢？哦，哦。那个好像是刺客的彩蛋，是哦，刺客教条吗？哇，哇塞，超恶心的！我从一个洞掉下来，哇，好大的老鼠哦！天哪，超肥的老鼠，吃尸体吃到变那么大一只，我掉下来了，我要怎么办？哎，这我没有梯子。我得找一个梯子，对不对？现在没有水跟他打，啊。蜘蛛文盾，这好像来过第二次。好恶心的老鼠！天哪，又要来打鼠来宝了吗？鼠来宝难打，欸，这里有文字吗？是我看错了还是怎样？看错了。那个是海带这些东西。是啊是啊，我死定了，我死定了。这个铁定要下去的，啊。啊，我觉得我要跑，要跑很远。感觉掉一个不该下来的地方。而且我莫名其妙有现在有两个灵魂呢，欸，两个人性。其实我没有捏人性啊，为什么会有人性？嗯？前面好像有一个洞可以钻，下去钻洞好了。哎呦哎呦哎呦！无名战士的灵魂。哇哩嘞雪，这里洞太多了吧！哇塞，有个史莱姆啊！史莱姆也太痛了吧，喂！他还活着。先喝点水。底下还有一只。吼吼，他这样撞还蛮痛的。
我到底砍到砍不到啊？哦，有砍到了100。无名战士的灵魂，头上竟然史莱姆，在水中不利行走啊，所以说很吃亏。你小心注意，到处都有可能是。欸，这里有门欸，这个水闸，这个什么火把。这里有门欸，这个这么小的门要怎么过去啊？底层，话说我到底死在哪里，我都不知道。有不死人，这里是死路。我就知道，一定还有。怎么可能这么轻易就放过我？还有一只，它会不会有什么其他的攻击模式？而且我砍他不痛，伤害就是这样子，都那么一些而已。还有吗？上面还有好多只。超麻烦的，打这个死。史莱姆啊，真的是史莱姆哎，大便史莱姆，看起来超恶心的。还有没有啊？我不想再被吸啊。这个应该不会崩塌吧？到底死在哪里了？门已经上锁。不知不觉，我血水剩六罐。嚯嚯，老鼠！哦，这个位置，所以说我可以不必打它吗？没办法从这边打开。这老鼠真的超级恶，先不要跟他打好了。大概是这个位置吧，我刚才好像掉下来，总觉得不能太靠近。抗火抗毒。随时要注意，超恶心的下水道，超恶。我刚才到底是在哪里呢？那老鼠还跑掉，引诱我下去，对不对？要群攻，对不对？他们还会屁股对着我，这个到底是诱惑还是怎样？哇，只打到一只，少，再一只 ，yes， 无水式的钥匙，哦，有钥匙可以拿。这个门，这里面超烦的啦。这又是哪里啊？等一下，这边会掉下去，对不对？我先不要下去。哦，慢慢打。这里这么矮，应该
应该看得到头上有什么东西吧？有灵魂。这里先不要过去，过去没好事。污水隧道什么？我去看看。啊，黑骑士。就为什么黑骑士真的那么稀有，对不对？等于说不一定会掉，所以那黑骑士的数量又是有限的状态下，变成拿黑骑士系列的武器，好像就是算是不算也不算运气比较好，就是难得，比较难得。第一次玩的人都不知道这个东西真的这个的价值在哪里。有眼不是泰山啊，别人当做宝啊，当做这个污水室的门应该给开了吧？刚才有个门上锁了，这个吗？耶、yeah, ，对，就是这个。是有点慢啊，但是攻击力很高哦。有火炬，太棒了。我可以先不用坐下吧？这应该就记录了吧？我一定要坐下来吗？啊，算了，坐一下吧。用大斧大月可以用到第二轮，其他都是垃圾。真的。飞龙剑有很烂吗？感觉飞龙剑也不错啊，虽然是，只是它的缺点是不会因为属性而上等级上升了。这是大老鼠，我怎么打它？下面的门不是从那边开的，所以说不是这样。飞龙剑是路边摊哦，这么差、啊，吃这个显台球可以解毒，还不错。黑龙剑当收藏品不错，通关就算了。这个箱子不是有一只老鼠吗？是哦，有这么烂啊？有烂到这种程度？我那10000多点灵魂不知道。不知道有没有机会收回来，我在想。这把月攻击是很高，没有错，攻击非常强。还要习惯一下，攻速是有点慢的。哦，这里我不要过去。我先去找一下我到刚才死掉的地方。这里跳应该也跳过去吧。想跑？刚才到底死在哪？哦，我看到我灵魂了 ，nice。10000多点啊，灵魂。虽然说这一万对我来讲，现在对我来讲是非常，呜、哦，我都忘记有。哎、欸，我可以引来这个小洞打他吗？可以哦。哎、欸，到底可不可以啊？不行，打不到。大肥鼠，
都砍到他。要怪就怪你自己吃太胖了。哦啊啊啊啊！爽！奇怪，为什么老鼠身上会有人性呢、啊？除了欧美玩家会挑战飞龙剑通关那一种，哦，真的哦，所以说飞龙剑到底是多业余啊，这么惨，这也可以下去的样子，所以说我是一定要滑下去，对不对？好像也没有其他路可以走了。啊，这附近好像也没有其他路可以走了。哎、欸，前面有一个法师哎、欸！我这样直直走过去，我有地方可以躲吗？前面有一个。旁边这边可以躲，我、哦、一刀秒杀，哇，好猛，超级猛的、啊！这边一堆老鼠在等着我，来啊，过来啊，一挑一啊，单挑啊，旁边那只老鼠的尸体搞得我不知道这到底是活的还是死的，阻碍视线。哦，袭击！哇！哦，这是怎么回事啊？这个物理运算的已经有点太奇怪了。哦，踢足球，阻碍视线到有极限了，不要是黏着我啦，喂，很烦欸，超烦的，还会过来吧？十，先下手为强，等下总。风景的颜色好像变得不太一样，不要跑！这个景色变得不太一样，哇！这下面倒还有类似城市的地方裂开来，城堡。哇，什么鬼画面？踢足球时间到了，带球上篮啊！王啊，有王啊！我现在元素兵只剩四罐，21000的灵魂，但是21000也升不了级，尴尬。非常的尴尬。大块的细行石，哎，等于说我注定要打王就对了，还是我得先下去看看。好了，打王了，打王了，没差了。黑暗灵魂不要怕死了。喂，乱打。哎，没事啊。进入了白光。哦，这边我来过了嘛。就这道白光只是有捷径可以走而已。那我要怎么下去啊？我只能透过那个大老鼠那个瀑布那边下去而已。大老鼠的瀑布好像，哇！才刚讲完，
什么东西啊？哇哟！它吐毒气是吗？还是什么？这到底什么东西啊？超恶心的啦！这什么玩意儿啊？长得像青蛙不像青蛙，长得弹涂鱼吗？它吐毒气了，我不能。奇怪的生物，超恶，我不会，超级恶心，真的。恶心到爆！我听到声音，旁边还有怪，还不少只。十，等你等很久了。头上长两个不知道什么东西，眼睛还是什么，看起来很恶心。超恶的，还真的会跳来跳去啊！嗯，回不到他，刚才闪了一下。到底有几只啊？因为他所占据的资源太多了，他资源占据的太多了，所以说其他的网络基本上，什么台湾大哥大还是什么其他的线，都是跟他租基地台租线来用。我宽屏什么的没有，都是用租的。斜眼戒指，哦，感觉拿到一个不得了的东西啊！打敌人可以吸血哦，真的假的？可以吸多少血？雅斯特拉斜眼二零封印其中。是哟，打怪可以吸血，真的。台湾的平均真的超贵啊！没有，最主要还是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台湾其实现在很多环境啊，一些公设施的部分，其实都是还在吃那个日据时代留下来的老本。就是日据时代他，因为日据时代那时候他们做了很长期的长远的规划，所以说可以，所以有一些长远的规划导致，不是导致什么，就是他们的规划了很多很长远的计划，所以说可以撑很久。现在台湾都没有进步啊，都是在吃克老本啊，啃老。啃那个日据时代留下来的基础啊，不管还有很多，反正各很多公设施都是这样子的。我在估计，这电信也是从这些基础里面去额外建立在这些基础上面发展出来的，但是它没有进步啊，没有进步的话，久而久之就是退步了。烂东西没有啦，其实中华电信你说烂的话，那我也没办法啊，这个只能用就只有一家而已，你还没办法，还有办法就独大啦、啊、最主要是现在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礼拜我这边的网络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稳定，像昨天我就没办法开台。哦，在那些雾气里面会中毒啊！要吐毒雾啊！食者眼魔，
捷运站附近没有高级住宅，就没办法盖。什么？台湾政府只会建？不要趁我在看评论的时候攻击我，死老鼠！差不多吧，这个状况好像已经是怎么讲？大家都也没办法啊，对啊，这样的政府，其实你是说什么政党关系吗？其实我觉得不一定。先不要论什么什么党派啦，只要有利益的东西，他们就是会去做啊。拿不到人性欸，喂，老鼠身上可以打到人性哦、喔。这个人性是无限的吗？可不可以刷啊？好像蛮赞的哦、喔。灵魂可以刷，人性可以刷吗？老鼠一直在70几而已，这里还有史莱姆，史莱姆，史莱姆啊，史莱姆，史莱姆要砍4下。我刚才从老鼠那边飞下来的话，应该就是在这个位置，所以说是还好。这里活人状态会被暗灵入侵哦。暗灵啊，是活人状态跟死人状态差在哪里啊？攻击力吗？还是说有什么差别吗？对面有个门欸，搜寻一下这附近的地方啊。好像也没有其他路可以走了，所以我剩2罐水、啊。别无选择啊，我只能往下走了。还有地方就是要打王了。这里是哪里啊？又看到一条鳄鱼，哇靠！这不是鳄鱼等级吗？这是什么东西啊？哇靠！龙哦，这是龙吗？还是蜥蜴啊？哇，超恶心的、啊，这个皮肤。哇靠！太可怕了吧！贪食魔龙，我剩2罐水，我打得赢他吗？所以我要怎么打他？硬皮头盔、铁头盔，管他了，先绕一圈再说，先看一下地形要怎么样。他该从哪起来的、啊？这里有悬崖，等于说我不能，这里掉下去就死了，掉下去就死了。那什么攻击模式啊？看不出来。哦，好，它会冲撞，它会甩尾之类的。啊！我被抓起来了，我被吃掉了。啊！我死了，我死了，对不对？哎呦，没死哎！啊，我死了。他还会抓人呢、啊，不能砍他屁股。
我现在在底层，我要怎么下去的最快？好远哦、啊，不能跳过 ，OK。先捡魂，先捡魂。是说那条是龙吗？看不出来，感觉已经不像是龙。他应该不会冲到悬崖下面去吧？应该没有，应该没有，应该没有这么好的、这么好吃的设定。冲到悬崖，然后我直接灵魂去飞了。有可能吗？有这么好吃的设定吗？来试试看。这玩意到底是龙还是什么东西？看不出来。哦，起飞了！先闪，先闪，先闪，先闪。拿一下200多，闪人哦！啊，我什么都没看到哦、啊。哎，他是攻击没有动作的哦，还是说跑他手边的时候他就会自动抓起来？我刚才没有看到他攻击啊，是我的错觉吗？我是要等他往下扑，对不对？然后不能跑到手，会被抓。他起身，然后往地板扑的那个会有个空档，应该可以抓那个空档来打。闪人，闪人！哇，被撞了！没水了，哇！打屁股！你不要跟我讲，你尾巴可以抓人。飞起来，飞起来，飞起来，飞起来！来，我等你。还要冲，对不对？再一刀，再一刀，再一刀，再一刀！耶 ，yes！ 哇，两次通关啊 ！nice！ 并吞的要死。Oh yeah， 水，哎呦，还不错嘛，哎，两次就通关了、啊，还可以。攻击模式好像还算简单，连我这种菜泥巴都可以两次过，太开心了。只是他抓起人来吃的那个动作哦，没有动作啊。这附近这里还有什么东西吗？他从这边爬起来的，应该不是这边吧？